奇怪的 concept， 对，所以这样子一步步可以走到这里，我自己对是还蛮开心的。那东岳你和跟我弟都是在这个编剧的过程中，你们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在编剧的过程中有没有说哦，你主要是在想梗的，然后在想结构的？我好像是加强雄性基因的部分。怎么说？就是因为其实现在有那个变性人的角色，那也有就是香奈儿这个角色。那高比他跟尔迪都是很温柔的男生，所以他们可能对是温柔的。那就是可能不好意思开女生玩笑。对，反而我进来以后，帮他们把胆子加大，让他们知道没关系。对，里面很夸张的东西，其实都是你把它加强、框架出来。我们三个一起，但是我就是踩油门。好，那我也请问一下郭宇，他怎么样可以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编剧在刚开始的几年非常辛苦。对，那我觉得那个需要极大的意志力跟爱才可以过来。那我觉得，我觉得就是黑曼巴精神。我觉得就是 Kobe Bryant 教会我的事情，对，就是你不要怕打铁，你就会投出81分，退休赛60分这样。那好了，恭喜三位，谢谢大家。